哦，他现在大到什么程度了？就是有一次孩子都感冒了，就发烧，我说吃点退烧药看看，我说要不行的话，等到晚上你下班了，我说咱们开车带孩子去看看去。嗯，他说行，答应特别痛快。等到晚上5点多钟，孩子又发烧了，发烧了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在哪儿呢？他说我这就回去了。我说那行，我说那你回来吧，我说回来咱带孩子上医院去验个血，到底这是病毒性感染还是什么感染。嗯，他说行，就这样。等到回来了呢，看我就是在闹孩子，就是我们鞋橱上有一个就是就像一个钳子似的那样东西，就把我就给砸过来，说啊你天天不给孩子吃药，啥啥都等着我回来呀，就这样。然后就把花盆就给我凿碎了，后来我也没吱声，我说你到底是去是不去，他说那走吧，就骂骂咧咧的，然后就带孩子就去了。我早上让你给他吃消炎药，那你不给他吃，要不明天你在家带孩子，我去，对、啊、我上班去。 那你自己不会带他去医院，非得等我回来？那啥啥都等我呀。10个月孩子乱吃什么消炎药，还好意思摔花盆。就是后来了那个，我说咱们先去上医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然后呢这不就去了吗，他就坐在车上就开始埋怨，我说那个在家看孩子都看不好，还给孩子看出毛病来了，你说我在家看孩子，我也不希望孩子有病有灾的，你说孩子有病有灾我也着急不是的。然后他就埋怨一道，后来了闹下了车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带着孩子上的医院，他都不管的那种。你说说为啥不管啊？我在外边干活挺忙的，也没空管呢，他在家看孩子就行了。去医院你为什么不管啊？去医院我管了，我没不管。那你为什么在前面走？你不是说帮我带着孩子，那你在前面走，你还要说啊累死你。是你说的不？是。为啥呀？谁让孩子给孩子整生病了呢？那我给孩子整生病了，那下回就这样，你要是说谁给孩子看不了生命生灾的，你就让谁看去，我就出去上班挣钱去。哎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打算就是说自己干点啥来着，然后就是一边带孩子们一边干点啥，然后他总是不让干，他肯定不能让你干了，他让你干了他怎么办啊，做不了爷了你知道吗？他就总不想让我干这样干那，什么都不让干。碰到这种老公一定得干。你想干嘛？我想自己开个就是那种的服装店嘛，就是连带孩子，然后了就是说连自己卖点啥嘛，就是多了不挣，最起码挣个零花钱嘛。然后他说那你一个月连2双鞋3双鞋都卖不出去，还干啥呀？在家待着，你看好你的孩子得了。他以前从那个商场打工的那经理说他一个月连2双鞋都卖不出去。你看见了吗？经理跟我说的。经理找你跟你说的呀？我找那些经理跟我说的。你啥时候找我去了？哼。